在的三界不过是一方炼狱，所谓的神佛早已堕落深渊，所谓的善念早被长生的欲望吞噬。在绝望的强权之下，竟孕育出不屈的灵魂，三界终于迎来了希望。尽管希望那么渺小，那么短暂，世界从此再无齐天大圣。一战过后，天上多出位叫做斗战胜佛的猴子，而在凡间留下的只有一条漫长的登天之路。唯有修仙才是正道，但在那阴暗之中，希望的火光与魔的模样悄然再现。